小点声。对不起。你妈你长大一样，走，出去，快。姐妹们，我给女人丢人了。我老公每天明目张胆的在我跟前看美女，手机里那些美女那不都是美颜滤镜化妆化出来的吗？有几个天生丽质的呀？我化了妆之后呀比他们还好看，到时候我让他高攀不起。你们帮我看看我化完妆之后呀算不算是个美女。先来给皮肤补补水，再来用上我的美颜神器，这是一款不用定妆粉可以自动定妆的粉底液，用一个湿润的粉扑给它这样均匀的拍开，来看一下我粉扑走过的地方像不像开了磨皮一样。用它之前呀只需要去用水乳就可以了，水乳完全吸收，脸上不黏不腻的时候去上粉底液，不需要我们去用隔离，也不需要我们去用防晒了，它都是自带的。用它之后呢也不需要我们去用定妆粉，也不需要我们去用定妆喷雾了，你给它两到三分钟的时间呀它就可以自动定妆了。我是暗黄的皮肤，我用的是自然色的，如果时间你都说你白的姐妹，你再去拍下牙白，静等两到三分钟，用手摸着干干爽爽的呀它就自动定妆了。自动定妆之后呀不会沾你的黑色衣服，夏天爱出汗脱妆的姐妹呀你就更得去用它了。看一下你平时出油出汗呢，你就像我这样拿纸巾给它垂直按压掉，看一下纸巾上是只有水没有任何一点的粉底，并且你的底妆丝毫没有破坏。拍下之后给你们送体验妆，所以说你们放心去拍。这款粉底呀它是主打持妆，可以让你一天不脱妆。如果你瑕疵非常重的话，需要搭配一个专门遮瑕的产品去用，日常瑕疵呢都给你遮个七七八八的。就我这两根深夜不管谁的眉毛一定要给它画一下，把以前纹的这个给它遮一下，遮一下泪沟，单独遮瑕的地方一定要给它单独的去定一下妆。脸上的粉底呢是自动定妆的，但是遮瑕不是，一定要打个腮红可以提升气色。高鼻梁一定要修啊，这样的话你的鼻子会更高挺更立体。小鼻梁也要修一下，这样你的视觉上就会觉得脸更瘦更立体。来点眼影，下至卧蚕，贴几根毛，来几根下睫毛，来个口红，来点刷子给它晕开，来点这个高光，随便弄一下头发。好了，这是我完全化妆的样子，没开任何一点点美颜滤镜磨皮啊，这样算不算是个美女了？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粉底液，真的超级的好用，重点是它可以一整天不脱妆。拍下呢，给你们送个体验妆，到家之后这个不要扔，给它打开，里边有个粉扑，粉扑每次用之前一定要给它湿透水捏干再去使用啊。然后这里有个体验妆，先去使用体验妆，这里还有一个我讲的使用方法，按照正确的方法去用，你真的会爱上它的。因为现在天有点黑了，所以我怕这个窗户边稍微亮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正常一个社交距离的妆感啊。来，近距离，现实中这个距离都能亲上去了啊，看一下。脸上有点小痘痘呀，皮肤纹理包括毛孔啥你都能看见到，没开任何一点点美颜滤镜磨皮。